questo anime.基本上，我操！哎，完了！哎呦，扛下来！那不用吃药的，我操！好像给不到什么，打不出什么东西啊！这三大圣有点恶心。怎么要死了？啊！我被秒了吗？完了，失误了！啊！哇，我失误了，有一下 Q A 没 A 出来，我操！哇，好，好烦啊！有一下 QA 没 Q 出来，我操！哦，本来那个 QA 他直接死的，这个三分钟，我那个 QA 闪都不用交，其实。啊，本来不用死的，应该能一打二的吧。清线是有点快。我操，这也死啊！这也是控线是吧？我们直接走了。
那他们没什么办法呀，这两个屌毛。 那他们拿我也没什么办法，一样的。是我拿他们没什么办法难受，还是他们拿我没什么办法难受？啊，你现在吃路上吗？当然是我有点难受。 在哪里面？他等 TP 啊，这个。等回。瞎子在，我操！我又不敢上来。 啊！我操！坏了！我操！什么鬼啊？他刚好搭到谁了？为什么那个距离又加了一下？突然，搭到谁了？哦，不是，我这也能死。我本来那个距离不够的，应该。 暴女加我泽力度，零控制，谁能先手？这打架打起来不可能能赢啊！交。 等他们接下来的时候，再把他正眼盘。嗯。哇。 反应慢了，闪现把毒躲了，他就死了。他怎么还有大？他第一时间没大吗？这个三个痕迹。
我这虾怎么在下呀？它辅助都不在下。 我们野辅分开行动啊，你们。不，是你。 冰女玩的还行，上了怎么办？算了，管不了上了。 这英雄拆塔是真快啊！我说实话，我操。 Thank you.
小龙要刷呢，大紫小龙。泰坦有点肉啊，装备。 中塔守住，他们有先锋。CD 射电去。 我操，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不带进化，感觉有点恐怖啊！没进化就抢线的时候没那么爽。
嗯。哇，完了，全给他复活了。等我个水银吧，是不是？等我个水银，我这么顶。那这个中单打我挺痛的。啊！大龙要没了，快来啊！小龙给回了，拿不大龙就赢了呀，拿不大龙。这露露是给我出干锅的吗？这个装备，看一下，好像是啊，是出干锅的。那我就不出水银了。快啊！沙尔塔没了呀，冰女怎么一直怕呀？冰女，其实我不用出魔抗，下一件银血。露露反正要出干锅了。他没有干锅。
你这在上面干嘛呢？啊，没打。 啊？哼！准备什么呀？啊？ 太痛了吧，兄弟！啊？哇，我们杀疯了吗？被大了吗？TP。 这屌毛怎么这么嚣张啊！这人。 好能跑啊！他人呢？嗯。
怪啊！啊，在干嘛？嗯。啊，没 Q 到，你把他打断了。不过他没踢的呀。不去了，我去也没用。不用绝世流，我就对线就行了。绝世流没意思。加14点攻击，妈，其实偷了很多。收入什么？
啊，我去了，我就跟着下了。嗯，在。 哎，买啥了？哦，没买错，我以为买错了呢。 杀戮还是守望，别不守望，别给他杀王守望发育了。我这虫子杀的，够。 捡魂钻了，得把魂捡了。哇！啊！哦，没闪。 确实，我不该看他。我看他干啥呀？我操！有点恶心。哎呀，给他送了个大的，我操！没道理。 早就下不动了，我操！这不该动的，刷虫子就该回来了。我 A 这个炮车它不给魂啊，不能用炮车的用。 这里疼得很吧。
这把好像得看上路啊，上路玩的还行。这么吓人！我被睁眼了。好肉啊！我操，啊没点燃，操，伤害确实差一点。啊，怕啥呀？我操，潘森也来了吗？那确实该怕。走走走走走走，该卖的卖，该卖的卖，兄弟们，该卖的卖，该卖的卖，该卖的卖。该卖的卖，兄弟们，该卖的卖，快走！还行，直播间还能打个一换一，还行。他齐亚娜没来，我还以为他齐亚娜也来了。齐亚娜没来，这不。没事，这么不亏啊，攀升下来上台没血了。嗯，下他给了。让他上塔要掉，完了，说的时候已经嘎了。这龙得给啊！我操，这龙打不了。HP 没血，算了，我再看一下，你投一波血。啊！老哥，我操，一百个人，对不起。拿命吃呗，拿命！你把先锋吃了。
아야, 와, 노브대어 아즈다. 不行啊，这哥们儿，打团有点难打呀。你这边卡尔玛这发育太差了呀，暴雨打团又没用。上票，他上不了票。嗯，卡尔玛打个齐亚娜这么吃力吗？打齐亚娜，打波团吧，兄弟们，输了就点了。嗯，杰斯里来啊！我操，我们就杰斯有输出，其他人都没输出的，是不是？嗯。这哥们一抓就死。你 W 都不用交吗？嗯。